Hello， 四個大四圍遊啦，今日嚟到啊尖沙咀啊，你知啊，好多人話要買手信啊，買咩手信先好咧？咁多樣嘢係咪先啊？嗱，買啲曲奇餅啦嚇，有個叫香港嘅品牌叫上流珍喎，上流珍嘅品牌咧，你知道啦，好多有曲奇餅啊，又有啊呢、這個叫做啊手工嘅夏威夷豆嘅餅啊，咁又有好多唔同嘅食品嘅喎，同埋蝴蝶酥啦，你睇下蝴蝶酥呢啲蝴蝶酥啲靚係嘛？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嘅嘢喎，咁今日咧嚟到咧，我特別咧介紹一種叫做啊曲奇餅，咩曲奇餅啊？呢個係奶油曲奇喎，奶油曲奇咧有幾種喎？嗱，又有奶油曲奇啦，又有原味嘅經典曲奇啦，啊，又有嘅兩味曲奇嘅啊細味啲嘅啊呢、這個細罐啲嘅，又有呢個朱古力嘅曲奇喎，啊朱古力曲奇咧特別好味道，你睇下，哇好多種曲奇餅，嗱、啊、買手信啦，要真係列明係叫上流珍嘅品牌咧，一定要嚟到呢度尖沙咀呢、這個附近呢度揾一間呢個第一嘅一號手信啦，一號手信咧只喺尖沙咀附近何來道附近好容易揾到啊，有機會嚟到呢個一號手信啦嚇，嚟參觀一下睇下，買下呢、這個啊上流珍嘅啊。香港製造嘅品牌嘅曲奇餅啦～